早晨，早晨。系咪 keep 住有嗰条疤噶？纯粹问下啫。哦，早晨。今日我冇乜心情。喂，但系你 cut 咗一半喎。唔紧要啦，睇都唔系睇我嘅啫。今日睇唔到歌。今日有冇着低胸衫？我今日平时嗰件咯，但系会系咪唔会遮住个留言板噶？嗬，诶，会挡到少少。Hi Andy， 睇唔到佢个，但系睇唔到你讲嗰样金咯。但系我琴晚咧，金乜嘢啊？想睇？我琴晚谂起 Andy， 我有样嘢想同你讲啊。琴日我哋咪讲呀布呀布嘅，跟住佢又问我，佢话诶香港有啦咩？咁我答咗佢有。系啊，荃湾啊嘛。系啊，荃湾，但系咧我噏错咗，其实系呀布呀布旗下嘅一啲火锅餐厅就凑凑。即系香港系冇嘅。系，跟住我琴晚就成晚啰啰挛，好想今朝就即刻同阿 Andy 讲翻。系啊，咁样，跟住早晨。系啊，早晨啊。睇到佢话今日上次约。陽明巨落轉頭我哋都噏一噏嘅咁樣，咁啊今朝我唔係話心情都麻麻地嘅，報一報個恆指先再講定係點啊？直接講啦。啊好啦好啦，直接講啦，轉頭再報恆指啦。哇頂！今朝一睇呢個侵侵同埋拜登嗰啲選情，咦啱啱阿心妍個頭遮住咗添，不過唔緊要咯。好像說現在拜登是領前的，是啊是啊，跟住呢我看到那些民調呢都有幾個民調出了來的，就是說很複雜的民調機構名，我簡單一點說，總之就是有一個民調分析機構啦，他就是說拜登的獲勝機率已經是 90% 了，他預計他將會取得350張選舉人票，即過 65% 的選舉人票啦。咁有兩間大學都出了民調嘅，一間就是美國的昆尼比亞克大學啦，就係話拜登啊，佢係50% 比39% 係領先特朗普11% 嘅。跟住仲有一間大學就叫蒙茅斯大學，咁奇奇怪怪嘅啲名。跟住咧，佢就係話已經有51% 嘅潛在選民咧都係支持拜登嘅，44% 就支持特朗普啦。咁今日我哋開麥前咧就見到開咗呢個頁面啦，喺我哋嗰、那個Open Office 嗰度，跟住就見到阿拜登好似遙遙領先咁。跟住我跟住唔想講嘢，我成集都真係噶，唔係啊，好 sad 啊！即係諗住即係其實唔係嘅，嗰啲搖擺州嗰啲都仲未出嘅。我人哋係咪話搖擺州份係好關鍵嘅一個州？關鍵啊，係啊，就係、是、佢上年唔係上次嘅選舉，上次選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州，所以就揈贏咗佢，係啦，揈贏咗嗰個。你一講呢啲用詞咧，就斜斜地噶啦，開始斜噶啦，開始噶啦。我冇諗過，你開始係咪帶壞咗？佢自己都有少少噶啦，唔係即係咁，因為嗰啲票選係揈嚟揈去噶嘛，即係嗰啲即係嗰條棒啊，你見唔見到？咩上面嗰條棒都係揾人捉佢走，係你自己心邪諗咩嘢咁樣？咁但係唉唔知啊，即係但係而家見到我琴日即係頭先問啲同事啦，就話實息嗰啲咧，聽聞 Trump 贏到最重要嘅賓州，係賓州重要咩？係咪個佔比選舉人票會高啲㗎？賓州。我唔記得咗係咪呢一個州？唔係啊，我 Ohio 係咪？Ohio 係啊，唔係話嗰個州份先係最緊要咩？你咪睇咯，我睇唔到。點睇啊？我唔熟。你睇嗰個 Ohio 咪 OH 咯？邊個 OH？ 即係邊啊？左邊有咩啊？我都睇唔到，因為佢而家喺我呢度啊。你可唔可以收咗聲啊？你心嚴咁樣。點解？你都睇唔到。唔係因為。如果你在電腦放我隔離，咪我你叫我呢度啊？係啊，依個咪好 high 我 OH 咯，咁對上嗰套咪即係頭先都係頭先你指嗰個就呢個啦，咪睇啦。灰色係代表咩啊？仲未有決定咁樣，定案咁樣係啦。但係我據聞，因為我唔記得咗嗰日係同阿 O 定係同 Leo 傾咧，就係話賓州都緊要嘅，但係原來係 Ohio 咧先係最關鍵嘅。州份咯，佢冇讲点解啊？唔记得咗。佢话我哋好纯情，
咩好神奇？我哋兩個，我哋兩個嘅啫。佢知道唔係啊？點會啊？我唔得，我今日冇乜心機啊！我而家好緊張。你就因為Trump 可能會輸。咁依日都未知結果。未知係咯，阿 B B 娃話要信阿 Trump 啊嘛，會反敗為勝噶，即係心跳拉你係咯。心跳加速，雖然唔關我事。但可能咧，如果真係拜登贏咧，我可能都會有少少失落嗰個感覺。你今朝都話失落啦，有少少失落嘅。始終我驚即係可能 Trump 做啲政策上咧，真係有黑過拜登啊。係啊，因為我見佢之前嗰啲選舉政綱係真係做到曬咁多，你話佢做到，即係未做，冇因為未做曬，未做曬，但做到好多好多，最後有六條我記得，我睇嗰篇新聞。唉，我唔知講咩誒，幾時出啊？係咪聽日？11月4日嘅朝頭早7:00。朝頭早七點。係啊，因為計翻啲時差，如果我冇睇錯嗰篇新聞嘅話，就應該係啊，係啦。咁我都見到咧，牛牛圈度有啲網友啊，都整理咗話啊，如果邊個贏咧，就邊啲板塊會即係會躍升咁樣啦。咁而家講咗拜登先啦，假如真係拜登當選咧，就會利好新能源股啦、基建股啦、中國貿易概念股啦，同埋大麻股嘅。咁啊，大麻股咧就係、是、即係之前排都有喺度講話美國要將個大麻合法化咁樣啦。咁、如果特朗普贏咧，就會利好金融股、國防股、減税概念股、化石燃料、醫藥同人工智慧股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已經心水，即係已經有心水係邊一個贏咧，或者你估係邊個贏咧，咁可以稍微向呢啲板塊度。邊個係大麻股啊？大麻股係拜登。拜登。其實琴日歐都有講過，話阿拜登做到嘅話咧，啲大麻股又冚冚聲嚟㗎啦。係啊。我冇研究啲大麻股喎，研究下咯。佢琴日俾咗兩個 number 我。係啊。真係㗎。即係大麻嗰啲股啊。我講一講嗰個 number 啦，唔知有冇唔係 number， 即係嗰個代號。代號啊，係咩啊？Happy Share 嚇 ，Happy Share 大麻，咦唔知係咪 CXO 咧 ？CXO 好似係 CXO， 我 search 下先。跟住再有講咗兩個監獄股嘅，康優啊，咩鬼？一個監獄股係 GEO， 跟住一個咧就係CGC 啊，呢三隻佢琴日都有講過，咁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啦，咁樣。點解監獄股嘅係？我又唔記得咗，因為你知啦，我金魚記憶啊，今日。咁誇張 ，Hello Kitty 食大麻 ，Florida， 跟住中間嗰個係咩啊 ？Penny 咩啊 ？Pennsylvania 咩嚟噶？咪賓州咯。賓州啊，哦 ，sorry 啊，同埋 Ohio 都緊要，但係係咪呢三個 ？Ohio 嘅中文係咩啊？俄俄咩咩州啊？俄州咩啊？是但啦，我唔知啊。咩 Hello Kitty 食大麻？我唔明啊。我好像有聽過這個歌，是吧？什麼歌來的？是E.I.E.O. E.I.E.O. 是啊， Hello Kitty 哦，哇，好難啊。總之我們就可能要保持看看，即等啦，等到明早七點鐘這樣啦。但是今天幾號啊？今天是三號咯，就是明天咯，咪聽日差七點咯。Trump 是魔鬼的獨生子，我美國需要你。但不是 Trump 啊，是 Jump 啊。佢打漏了一個字啫，係嘛？他串錯字添啊，直頭係。Jump。講笑啫，講笑啫。講笑啫，咁啊。我真係唔知啦，補翻個恆指先啦。既然係咁，係咪都？哇！你都幾跳躍喎，你都幾跳個㗎。我今日真係好緊張啊，唔係。攞攞亂咁樣咯，但我見到啲紅色有好多。今晚香港時間開始投票，總之聽日瞓醒就知咯。哇，唔知今晚美股會點咧？唔係一句問，琴日係升嘅喎，係全升，全升嘅。我嗰日除咗鬆跌，你可以入下先。連 Tesla 都升翻四。我上星期五咧就諗住入，因為嗰日大跌啊嘛，跟住就諗住入啦。入邊就？跟住我隔離嗰條友同我講話唔好而家入啊，要等啊等啊。不過其實等完之後就今琴日就升咗啦。咪都係琴日久唔久一夜全部升翻啫。你可以睇翻 Zoom 咯，而家回翻啊嘛。回翻去454，回翻先想入，永遠都係等跌嗰下先想入。唔通俾阿迪而家入咩？咁樣美股唔識睇，咩叫唔識睇啊？佢唔識睇美，即係因為阿 Andy 成日研究開港股，港股今日好少研究美股咁樣。蘋果咯，蘋果跌翻109咁樣。蘋果蘋果唔會買啦，我諗我都點解啊？點解嚟緊有發布會喎？
嚇，我覺得佢發布會都係跌嘅，廢廢地，即係廢廢地係啊。雖然佢嘅發布會話出一個咩電腦嘅核心啊嘛，新嘅自家晶片啊，自家嘅晶片啊，咁有咩用啊？即係有咩賣點？佢都話佢嗰個芯片咧係會採用呢個 ARM 嘅嘅格式嘅，咁啊嗰個芯片亦都會有更高嘅擴展性啦，高性能嘅 GPU 啦，同埋專業能力更強嘅，那個神經個咩引擎都會更強咁樣咯。咁啊，詳細咧就要睇佢到時嗰個發布會啦，我都唔知道。下個禮拜啊，係下個禮拜三凌晨兩點。咁可能應該佢有個試製嘅芯片咯。咁但係你之前都話成日話發布會新嘢，咁最後其實都係原來即係大家都知道，就係有少少廢啦咁樣。咁啊，到時即係刺激唔到我哋，即係刺激唔到我哋。都點講？之前十二咁樣。你以為佢股價又會升嘅，但其實都係會唔知點解每次即係呢兩次係啦，每呢兩次咧話發布會都係跌嘅，之後個股價一講錯嘢就跌嘅。自家仔咪唔使益人，係咯。佢話我思緒混亂啊！唉，今日係啊，點解啊？我唔插 BB One 話佢都係喎，唔係 BB One 都話咯，所以因為見到呢一個選票嘅情況，因為其實我真係好佩服 Chum Chum 嘅，即係雖然佢人好自負啦，講嘢有陣時好賤喎，係好乞人憎啦，但佢真係好有信心啊，真係好，即係我覺得呢一啲係可以俾到一啲冇乜自信嘅人睇到咧。其實只要有你自信啊，同埋有吸引力法則啊，諗到嗰樣嘢咧，你就真係可以做到咯。即係唔知啊，人生嘅一個人生一個我已經唔知講緊咩，啲 model 咁樣，我都唔知你講緊乜，我都唔知講咩，但係我真係好想沉沉做到。即係如果兩個揀，我都會揀沉沉。唔係講真，你即係但係如果有其他更合適，例如啊。奧巴馬的老婆Michelle Obama 咁出嚟，咁我梗係唔會揀阿 Trump 啦。係，但係我覺得唔係，可能佢真係幫得香港人太多啦。咁當然係都有放佢自己嘅私心啦。咁但係真係幫香港人，我覺得我因為我都幾肯定拜登咧就一定唔會幫香港人咯。你得嚟死添啊！咁啊，所以咁樣啦。我哋美股嗰度都講到差唔多。年輕人、城市人、知識分子相對多啲投拜登，老嘢鄉下人、藍領相對就多啲投 Trump。係咩？年輕人唔係應該都係Trump 咩？係咯，即係我會咁講啦。反而我以為係老嘢先至係。我反而想知道住唔係香港就都係嘅，始終真係直接影響佢哋。但係我反而係想知道住喺嗰邊嘅美國。香港人即是港人啦，佢哋會係投 Trump 定係投拜登？你問我？係啊，投 Trump 啊！我屋企人投 Trump 啊！係咯，所以就唔投拜登。誰富誰勝？出天之曉哇！呢個我唔知講咩好，我真係好 sad 啊！對唔住 Andy 今日，我而家有啲緊張，好啦，我哋唔好再睇美股啦，報翻個恆指先。恆生指數咧，而家做緊24,935點啦，升緊478點啊，升幅係1.96%，總成交金額483億嘅咁樣。咁啊，今日啲活躍股票頭先係咪都有人講過？有冇人講啲咩 number？ 冇，暫時冇，而家啱啱有一個咯。頭先唔係啊，Andy 2018咯。2018係嘛？話咩高位咁樣？開車噶嘛？2018開車咁樣。瑞星啊！今日佢哋有講。係今日一翻到去，跟住隔離啲同事已經喺度尖叫：我翻嚟啦，翻嚟啦，2018翻嚟啦咁樣。咁樣咯。今日仲要咁靜啊！係啊係啊！今日仲要做今日你做咩？咩啊？你咁靜嘅今日。佢叫靜靜啊嘛，係啊，所以我咪咁靜咯。O K O K。咩啊？做乜嘢？靜都要扮靜啊嘛。做咩啊？無啦啦講靜靜好靜。係咯。唔好，因為我見到你有咩同佢講嘢。唔係我撈鬼佢講嘢啊！我冇同佢任何一個人講嘢，我自己講嘢，不嬲對住你兩個都係冇反應，我要自己講嘢。其實你可以自己 rap 一集，我發現。唔得啊！好，我今日我發現我哋兩個可以出去飲杯咖啡。係啦，你兩個成日都唔講嘢，搞到我勁驚 dead air， 搞到我係咁講嘢，跟住我。今朝同阿妹講啦，我誒琴日聽翻我哋四條友做嗰集，我真係好嘈，我今日真係唔想講嘢。冇，其實我覺得你呢個係你嘅。即係你嘅，但我平時坐喺出邊，你嘅本性唔係我平時坐出邊坐你隔離咧，我唔出聲噶嘛，我好靜。係我撩你講嘢咯，
唔知點解好煩啊！你定係你係中意開麥講嘢？唔係，我好驚你哋唔出聲，跟住 dead air 啊！所以我哋就可能覺得成日 dead air， 你會自己會講嘢咯，冇錯，就依賴曬，你會自己講俾佢 rap 下咁樣，依賴曬。係啊，今日 B B Wong 都話冇乜心情理股票，我都覺得冇乜心情理股票。不過因為我係覺得咧，就嚟大選咧，你都唔知可以點出手啲乜嘢好。譬如咧，部署都未啊，未有一個朋友仔咧，咪問只啱啱好似見到啊，9033，211111，點解唔見咗嘅？哦，係阿莉莉咧，佢咪話可以上網幾多嘅211111。我覺得咧呢啲已經係你冇辦法諗到佢上網幾多。今日回一回啦，160。我未買啊，點買啫？咁高，我一賣咗佢一回，我咪蝕到媽都唔見咗。但係佢最低價係167咯。係啊，我覺得都仲係好高啊！我唔揀佢。我哋睇個圖啊！你諗住即係貨你自己啊？你自己會諗住幾時會即係會入？因為60幾咯，六啊頭嗰啲咯。六啊頭啊！係啊，而家170，我係估佢唔到，即係我由100幾蚊見證住佢升到170幾噶嘛，成即係已經係短短一個月內嘅事嚟嘅。我記得我識你嘅時候，你想入嘅時候係50000幾咯。而家好似103蚊到咯，係啦，跟住103蚊，你等到而家。佢係眨下眼，第二日又升咗20蚊嗰啲嚟嘅喎，跟住眨下眼又跌咗10蚊，跟住又升30蚊嗰啲喎，我追唔切佢喎，跟住之後又加埋啲國策啦，嚟緊又話咩國策要每一個車企都要有20% 嘅新能源車喺入邊啊嘛，一定要有，咁啊所以琴日咪開始已經炒大啦咁樣，咁今日琴日下晝出完呢一份 memo 出嚟之後就又癲咗咁樣，咁我覺得呢個時間追入。我冇呢個勇氣住啊，係我寧願係第二啲車股，譬如啱啱個郭 Sir 都有話嘅，即係如果比亞迪同吉利呢一刻啊，可能我都係揀吉利咯，係啊，有咩問題啊？唔係，我想講頭先咧，我唔係話啲同事喺度講話翻嚟啦，翻嚟，原來我噏錯咗，唔係嗰只，係2382。2382。哇 ，Tom.com 仲有嘅咩？2382咯。信宇光學，係原來佢哋話翻嚟啦，呢只翻嚟啦，終於咁樣。係咯，我就問咦，唔係信宇咩？係瑞星。我已經唔想聽我隔離嗰個人講嘢，因為累到我賺少好多錢。哦，I know。跟住就因為頭先我見到阿吳錦雄喺度話2382仲勁啊，今日咁樣。咁啊，跟住話要寫定稿俾你哋，我唔會嘥啲時間嘅，因為平時都要咩寫定稿俾我哋？俾你哋，即係如果唔講嘢啊。哦，我見到啦。唉，寫定稿你哋唔使睇我哋啦。睇邊個啊？即係唔使睇我啲聽眾啦。睇我哋嘅 live 啦，寫定稿。睇邊個可以？咩意思啫？我想知睇邊個。One two three。冇啊，佢有稿我都好嘅，我唔使諗啊嘛。或者何俾我哋兩個得啦，佢就唔好俾。係啊，即係我哋兩個係你咩？我哋自己讀啊得啦。咁我哋自己讀咁啊。一琴。佢咁唔理我哋啦。你未來啊？未來，喂，我都有睇 NIO 啊，只未來。未來啊，我嗰日咪就係話我星期五想入呢只 NIO， 跟住我隔離條友咪話：，唉，你唔好入住啦，等啊選舉完咗之後先至入啦。咁我咪話佢咯，選舉完咗我仲買咩啫？有咩好買啊？其實你隔離嗰個應該要一早入啦，人哋俾咗咁大隻 number 你嗰日做節目。边个啊？好锡你嗰个啊，即系真系当你女咁锡嗰个啊，即系都介绍你。你有啲长辈缘啊？佢不嬲都有嘅。系咩？系啊系啊。连 Leo 都俾佢融化咗。唔系 Leo 而家唔理我噶啦。你大波妹，唔串你已经好好啦。个个都俾条仔女啊，系啊，真系啊，系啊，你好有感受咁。佢好嬲啊！佢真系。真系好嬲。你点啊？你老公 B B 汪 B B 汪知噶 ，B B 汪嗰日先喺我讲话，我赚少咗好多，系啊，赚咗好多，佢嗰只系啊，好乸死，5毫子啊，今日。其實我覺得佢應該都仲有得升，賺成倍啊！呢即係本身係兩毫幾嘛，係嘛？兩毫六，兩毫六，跟住見到佢上咗四，唔係我想問點讀啊？點讀啊？兩毫六七仙，唔係兩毫六仙半啊？係啊。哦 ，OK，兩毫六仙。我成日都係咁樣嘅，都係。我會講0.267咁。講0.267又好似有少少雜咁樣喎，有冇先覺得？因為真係講唔到，喂，講一次，你哋點讀啊？兩毫六仙半。OK OK。死啦！佢哋應該心諗我哋成班白痴咁。係啊，真係成班白痴咁樣。Anyway， 總之呢一隻就好嬲啊！
今天不准說這一隻，我們說回、okay, 我發聲給你不行了，如果升到六毫子的時候我再發聲給你。你今天發聲我頂你啊跟著我又要發聲給我老公跟著我老公又再有一個 emoji 就是滴汗的 emoji 滴汗是吧但這隻真的升了很多，我等於看的時候。其實 你 trap 曬佢啲錢落自己袋度投買股票都唔得。我點樣 trap 曬佢啲錢？即係出糧俾曬你咯。佢唔會噶，呢啲賤人俾一半你咯。唔會噶，不過算啦，佢平時屋企啲細費都係佢俾，所以算啦。咁即係你都係賺錢買花帶咧？梗係唔係啦，我要自己賺啲培育錢啊，買奶粉錢啊嗰啲噶。佢講到明唔俾培育錢啊。賠了錢要多少錢的兩萬幾到啦三個月買一個月一個月要兩萬幾的很辛苦的我賠了姐姐哇如果做得好的話即是賠你是不是即是幫你洗衣煮飯不是可能要湊埋是不是要煮嘢食的嘛是不是要煮嘢食要煮嘢食還有要湊 BB 咯即其實簡單來說都是姐姐三個月樣啦一個月咋即是姐姐一個月是啦是啦兩萬幾好但她不會幫你打數咯是啊，昨天好像不知道有個人說什麼外遞工問我們那個 stock 怎麼看呢然後我再看回、其實都是在說那些月子中心那些東西你記得嗎、有人問你們、我記得有人問這個什麼外遞工我不知道什麼來的 是股票來的是啊然後我昨天在 search 什麼外遞工啊什麼來的有個廣告我交叉了它先外遞工哇這麼貴的貴 啊所以生仔是要用很多錢的跟住還要打針為什麼他不給啊他幫你問我問的外遞工是哦你問的是不是跟住昨天我就是看看這隻外遞工咯我開回出來看先 sorry 為什麼他不給錢你培養月子中心為什麼不給錢我不知道要問一下他可能他又要幫我給那些開刀費啊那些這樣吧、所以覺得很貴吧外遞工生個小朋友都幾難的、所以要孝順媽媽他問我們怎樣看這隻月子中心但我 不知道為什麼無緣無故會問我們月子中心是不是因為昨天我說了一些東西我不知道我沒看你們那集即是你們放眼看股市那集嗎是啊其實這隻是月子中心即 是不是台灣那些來的、因為是台灣才叫月子中心的嘛好像是不是的香港都是叫月子中心的不是叫什麼香港其實很少、中國東西來的中國深圳鄉村俱樂部的其中一個外遞工樣、不過呢現在都很多、不要說香港啦、國內那些人、台灣那些人呢都很喜歡譬如一生完之後呢就不在家住是真的去這些月子中心住然後、跟著等那些、保姆是不是叫那就 take care 自己的身體啦、養回好調理回好那就不用煩個 BB 先啦那但我們香港人普遍就喜歡是在家裡但是大陸的月子中心很漂亮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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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勁大啦跟著是酒店這樣服務超級好但也很貴的現在我想要十那些我們看的應該可能十萬十萬一個月那些真的很 rich 那些人是啊即是 for 一些但是還要地方大嘛幫你賺了十幾雞幾嘢不錯多謝推介喎！喂，得閒俾個 number 嚟啊嘛！啊 ，B B One 咪俾咗個 number 8072咯，羅馬集團你睇下咩嚟七二咩？即係琴日佢都講嗰個，琴日佢有同俾我哋。唔係，但係我想抄低咗個月子中心嗰個 number 先。月子中心嘅 number 咩啊？286啊，286號係啊，8072。但係呢排瀉咗落嚟喎，就外遞工。唔知係咪因為疫情關係？呢個又係咩嚟嘅羅馬集團？他昨天有說過其實我有說過我完全不記得昨天說過什麼他說你們不要入807頁吃花生算了升了幾倍很危險咦是不是你昨天問過 Kingston 是啊是啊我炒了幾轉的了是咯、如果那時候我們在低那當然是低的時候你不要如果啦如果如果我媽媽沒有生到我出來你又升不到我如果你807即是死日那隻入了的話你不要說了離婚的真的再說我經常在這裡離間的你經常都在這裡離間不是因為那時候我真的有說給大家聽現在生怕到時不給淡但是子女讀書應該少競爭羅馬不是一日幾食其實這家是做什麼的話我都是的你都沒答我他做什麼的他是一些投資控股他那些現時是做一些香港提供評估和一些顧問的服務、即是策略王說的放數佬咯是咯是咯是咯這些喂好無聊啊原來他有說過培訓是多少
咩培訓培訓啊？策略王啊？培訓邊度啊？培訓錢係幾多？培訓錢睇。培魚好貴，哦，培訓。如果個培魚培埋訓嘅話，個價錢係 double。可以咁樣，因為24小時咯。培老公訓啊？唔係啊，培我啊，屌你，培老公訓，真係忍唔住，黐孖筋。唔係啊，佢打培訓錢，我即刻拎 up 咗係培老公。即係如果譬如一即係全日啦，總之24小時不停咁樣去 take care 啦，一培咯。即係如果譬如可能而家係25,000，咁咪50,000到25,000，跟住即係50,000啦，係嘛？哇！你啲數學咁差嘅喎，50,000一個月咁樣咯，但係個媽媽就會舒服好多咯。第二窿羅馬，講緊嗰只羅馬。不過其實Kingston 都有講到啦，話呢一隻已經炒咗咁多嘅時候，就真係即係危險咯。BB One 都叫我哋唔好入住啦，即刻發生。話你啊，今日係你諗邪嘢，我今日好正常。係咯，今日靜靜有。今日靜靜黐咗線，黐咗線係邊有啊？暗黑主持，我唔係暗黑路線啊，我係氣質路線。我有雞人陪魚陪老公，係啊，咪陪老公咯。唉，我老公都唔喂，咁佢都攰㗎，你又唔可以同佢行房，係咪先？咁仲要點啊？仲要揾個陪同佢瞓啊？我唔明啊，咩邏輯嚟噶？咁佢要隻左手同右手嚟做咩啊？斬咗啦，好嘛？佢唔需要講股票嗰一陪。喂，其實我想講，我哋咪 miss 咗 waiting 條問題。係，其實我 miss 咗好似講股票講唔係啊，因為無策略王喺度介紹一啲陪月嘅股票咁樣，咁所以我哋喂，我記得條問題話388可唔可以上到388？我記得好似有。呢條問題，唔係佢都 take care 家庭嘅，好多使費都係佢俾嘅，不過就唉，最好幫俾埋個陪錢。老公有責任照顧家庭 ，keep 呢張 consent 俾佢好嘛？個陪錢。不過睇翻 Wayne 呢個問題先。係啊，我驚佢等咗好耐，已經洗走咗。909啊，同9633一直上。命運雲啊，哦，一直都係上唔到高位啊，係咪先放啊？9633唔係你放咗啦咩？我農夫山泉嗰個係。佢放嗰個落響啊，應該909先啦。你點睇？909啊！佢話一直去唔到高位，係咪要放30.8元入嘅？不過我覺得可以睇到兩日先啦。30.8元佢都賺啦。我記得好似係4日就放翻啲錢出嚟啊嘛，暗盤。咁嗰陣時可能我。金錢嗰啲成交流通量會高啲嘅，所以我會觀察埋呢兩日。如果啊佢螞蟻都啲錢放曬出嚟啦，都係冇乜點喐嘅話，咁你又覺得佢上唔到，咁你到時就放咯。但係我覺得可以睇埋呢兩日先。同埋我想睇下個低位啊 ，sorry， 因為佢話佢係30.8元入啊嘛。咁30.8元你有排都未翻到落去啦，所以都嗱呢度當呢度啦，當呢度啦，其實都。有排啊，有排都翻唔到落去啦，而家都算係一個高位嘅話，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可以 keep 多一陣咯。跟住我哋睇埋佢講啊，農夫山泉啊，9633一直上唔到高位都係噶，35元入，但係農夫山泉我覺得真係儲下，真係唔驚儲，同埋佢咁樣不停咁擋下擋下嘅時候咧，佢都冇跌穿過任何其實都冇50天線。佢有冇貨啊？佢有，佢35元入。今日而家個價位都唔係好擔心啫，正常價位咯。誒，琴日你咪有講微信女股有介紹，係啊，講呢只，講呢只啊，叫我哋入呢只。佢叫我哋35.5元，5.5元咁樣，35.5元咁樣。唔係，係咪早一排早兩日有跌過35.5元？睇下個圖。早兩日冇似冇啊嘛，今日有啲慢。我有嘅。前即上三個咯，咁但係我覺得水龍頭都係可以 keep 住先，因為不停咁浪下浪下嘅時候咧，你唔知佢有邊一日咧就會開始飆噶啦咁樣。咁同埋都係 corner 咗啦。如果跌穿咗34先至放咯。係啊，同埋啲錢又 corner 咗啦，都真係唔使驚咯。策略王講咩啊？909 VCP 破壞杯柄先升水，點解我驚唔到佢講咩？破壞先選仲有佢講嗰只你愛股啊，388啊，388係咪升到388？如果上到383，係咪要放咗先？佢263元，哇，263元入，睇下先。我覺得放啦，我自己會放咯，因為我之前有買佢噶嘛。我覺得佢行得慢，佢上到380多，其實我覺得已經夠噶啦，即係我會食糊啦。
你呢一度係係咁，而家賣都嚟咗啦。咁可能嚟緊會有快手同埋呢個藍月亮，但我覺得成個氣氛啊，好似係即係大家咁熾熱。係啦，咁我覺得380，啱啱佢講330呢啲，我會放啦。嗯，跟住就買其他嘢咯。我都會覺得係，或者你唔想放咁多，你咪放一半咯，賺咗少少錢先。你起碼260幾啊，你都好都早幾個月前買啦。263呢個位，我當你六月幾嘅時候買，咁其實而家呢個價位都賺咗差唔多，賺唔到差有冇成100蚊啊？嗯，咩？你講多次先。263買嘛，咁而家係300，係咯，賺咗成100蚊噶咯喎，即係成嚿水。咁你放一半先咯，跟住買其他嘢咯，留下啲錢抽下藍月亮咯，快手咯，咁樣即係拎翻啲錢出嚟咁樣抽啊。跟住再睇翻先，其實你都講咗啦，1211上網幾多？我哋頭先有冇答？答咗，算係答咗咯，嗬。981係咪都答咗啊？中心都答咗啦，係嘛？佢話可唔可以等30啊？都係威靈文嘅。哇！呢只我摸不著頭腦，即係你始終又有啲政治因素喺度咁樣。我答唔到，如果答到應該都係神仙嚟嘅啦，係咪先？答唔到啊，你答啦。我可唔可以睇下 Cikas 佢而家嗰啲流向啊？但係咧，但係佢有噶，佢有我有我哋咪琴日咪睇咗個新聞就話，咪北水連續5日爆買呢個111嘅騰訊啦，加倉咗小米、美團。亦都有話入呢個中心國際嘅，流入咗2.67億港元嘅。咁跟住其實即係點啊？即係北水其實都仲買緊咯，係。即係北水嗰邊買緊，但係咧，因為我睇翻啦，之前咧咪裂口低開得好緊要嘅，然之後有好多股評人咧都係睇死呢隻嘢係翻唔到身咁樣噶啦嘛。但佢又打巢曬，但係咧係啦，佢又可以好似有少少回升嘅跡象。你話30蚊咧，其實唔係話冇可能嘅，因為佢其實8月嘅時候都係喺30蚊度打翻落嚟啦。咁加上其實而家嗰啲消息唔係話真係好差，而家打都唔係打中，即係都唔係打中心啦。跟住那邊又開始放寬一點點，給他們買東西，只要你不關 5G 事的東西，那他又可以給他搞的了。你是不是要看？不是，因為剛剛看了，原來看這個，這裡，這裡，對，然後呢，現在又說華為那方面又輕鬆一點點，那我又覺得回30元不是沒有機會的，但是可能真的要等個零兩個月不停地浪一浪它，那加上看看，看看大選，這樣看看誰做，然後呢策略王JP Morgan啦，China，他們怎麼可以高位什麼啊，媽咪面祝福，媽咪面，是啊、所以我覺得翻30元是有機會的，但是不是短線，要等它慢慢熬，因為其實我們看回它開始回升的時候都是10月頭的事，都用了一個月去慢慢熬翻上去，所以它這棍這麼快這麼急跌下來都要花一點時間回到30元的。那我覺得是威靈說的問題是可以等30，但是真的可能要等這個等中心國際是 JP Morgan 的數緊的，是啦，和北水咯，是啦，北水啦，咁有咩沽咧？你沽你咁呢个，唔好呢度望咪得咯。你咁样落入 City Bank 啦，散户沽咋 ？City Bank 系咯，咁都冇乜特别啊，冇特别咯。总之大行又扫紧，北水又扫紧，咁可以啦。即系我觉得佢哋都睇好呢一个中金嘅潜力嘅，咁样咁可以继续 keep 住睇300，唔系 ，sorry， 系睇30啊 ，up 错咗。多一條問題問係嘛？先升招股價一手，今日暴跌，繼續持有沽貨。我哋只先跌物業啊！我真係麻麻地呢一隻，雖然我有抽佢，不過我都幾慶幸我抽唔中佢。咦？但係你嗰只琴日嗰只新股系咩？巨乐系啊系啊，你抽唔中啊嘛？我抽唔中啊，但系嗰只起码有阳明生物撑住啊嘛，咁佢都虽然唔系话升好多，我记得啱啱我哋一开盘同阿 Kathy 你一齐睇噶嘛，都有5-6% 啦，虽然唔多，但系起码唔好蚀先啦。但系呢只先跌药业，我觉得我真系觉得麻麻地啊。佢招股价系咪即系我哋暗盘买噶嘛？10-10,10,000+ sorry 咩啊？我哋暗盘买噶嘛呢只先跌，佢招股价系咪13？你讲咩啊？高位，
佢就招佢依個招股價十三個幾咯，係啊，人哋萬招股價一手，今日暴跌會繼續持有定沽貨？我哋兩個邊一條啊 ？Sorry， 喺最頂 iPhone D 啊，招股價一手，今日暴跌。我可能我其實咧，我想放，我其實都想放，因為咧你招股價啦，你十三個幾，佢十我十一個六毫幾，我都想放，咩不如我都想放，我想放，我係啊，即係指下市先。跌咁多，但係咧，因為咧，佢早一排係升過翻去我十一個六毫幾，十一個六毫幾，係十一個六。咁我覺得新股咧就都係。雖然佢都唔係好新嘅咧，升幾日㗎啦，都有啲波動嘅。先跌啊，十一蚊都啲人都走曬啦。係啊，所以我諗我等佢上翻十蚊。十一蚊啦，我會升翻十一蚊。我會等翻十。我驚你等唔到。我都驚你等唔到啦。我驚你越等變咗八蚊啊！可唔可以掌佢個嘴啊？係，我都想啦。唔該 ，please。忠言係逆耳㗎。唔係我諗我等佢回一回十蚊。我等佢大選之後再睇睇。唔係，我覺得呢一隻唔係好關大選事，因為始終佢講嗰啲藥咧都唔係我哋嗰啲新冠肺炎嘅藥啦，跟住又係啲複製藥啦，跟住如果係啲人買藥嘅話，都係買巨諾啦，都未必會買呢啲啦。嗱，策略王都話新股係炒供求嘅咋，其實我都覺得係咯，所以我覺得呢只應該拜拜嘅，即係咁都係誠實咁同你兩位講係拜拜。但我都咁唔係，因為其實佢都要做翻個價噶嘛，我唔記得咗係啊 ，Mon Stanley 啊，你要咩啊？打翻二九，我記得佢係有掃緊，佢掃緊啦，但係掃緊嗰個位唔多咯，唔多貨咯，2096。正正出於好心，怪佢係咧。佢兩個話長個嘴啊，但係講啲笑嘢，佢哋八號講八巨落，巨落係啦。睇翻先。change 咁。change 上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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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冇我呢間投資銀行放緊，其他唔識啦。可唔可以？其實我有啲散貨，你睇下，你唔好意思啊，睇一睇先。你會點部署咧？我可能會等嘅，我自己。有人問我點部署，係你問我啫，係嘛？唔係，我自己私心問你啫。咁加上咁人哋嗰個價係高過我哋嘅，佢十三個幾。有個朋友新朋友叫金宇靜，佢話我叫我哋一齊睇1672嘅例子咧，你哋就唔會揸先升噶啦。我不知道說什麼好，不是啊，真是高麗製業，唉，放吧，不如你還要十三個多，即是我十一個多都已經很想放了，看回那些 Seekers 那些貨量呢，頂你個 Morgan Stanley， 你又等多兩天你才放，不是 Morgan Stanley 你入手又不是真的入得多，只有0.07，主要還要說是兩天前的事，是的，那你近來又有些買，他們都留錢幫一些大戶數買了，全部都是一些散戶1672由招股價的14元，日日跌跌到去2.6，放啊！我諗我放，係咪而家即刻放啊？唔係十蚊，等到翻十蚊嘅時候我放，咁樣咯。咁係啦，咁我就會放嘅，我十一個幾我都會放。點解策略王咁生外嗌我哋主持啊？唔係佢哋，我見佢呢幾日都有睇我哋啲節目。有，我哋已經成功歪咗佢。呢個係心妍，呢個係莎莎，我係靜靜。喂，佢話咩？我老公賺40元，唔知咩用真香港人地道語報價。佢噏咩啊 ？B B Wong， 好耐之前噶啦，不過飛翻上去。跟住388可唔可以上到388啊？嘛頭先講咗啦。跟住培宇無啦啦8072升14%又講完啦。食花生蒜，跟住點啊？仲去到9988。可唔可以上到998.5喎？想唔想讀咩啊？點啊？要搞 get 嘅咋？喂呀，好無聊啊！仲等我真係睇你嘅策略王講嘢，睇下先。909爸爸，爸爸200元有貨，點樣部署？揸咯！咪呢個策略王嚟噶，即係策略王問爸爸200元有貨，點部署？我知啊。
但佢講嗰個爸爸咧係真係爹哋，然之後咧頭先咧係講緊909，咁我唔知道佢係講緊佢爸爸定係點樣，即係以翻佢嘅邏輯嚟講，你覺得佢係咪講緊九個爸爸？係啊，200蚊有貨放啦，策略王唔好揸啦咁，放啦咁樣。唉，講翻咧，既然佢都講起9988咧，其實雙十一啊嘛，雙十一咧其實已經有超過100個品牌咧成交額係破億嘅，但我覺得一啲都唔驚喜嘅，因為早幾年咧佢嗰啲雙十一啊，已經係講緊一個鐘頭之內都破1億咁樣啦。唔係你真心想叫佢沽嘅係嘛？梗係唔～屌佢，佢點會聽我哋講嘢？佢聽社長講算啦，聽我哋吹水罷啦。唔係，跟住我就話雙十一嗰個購物節，咁然之後喺平台開賣嘅第111分鐘咧，已經有100個品牌成交額係突破1億咁樣。咁啊，當中包括有華為啦、小米、蘋果、Nike、Adidas 咁樣嘅。咁另外咧，京東咧其實都有雙十一嘅，咁佢就按年增長佢嗰、那個成交額啊增長咗90%咁樣，咁所以京東我之前咪話其實都可以，即係如果嫌阿里巴巴嗰、那個升得太多啊，唔知點樣睇佢其實都可以買呢個嘅京東嘅，京東係咪9688？嗯，係啊，咁都可以入下京東嘅，我覺得呢個位入其實都可能挨翻住10天線度啦，跌翻落去少少咁啊，可以入一注啦咁樣，我都幾睇好京東嘅。如果撇除阿里巴巴嘅話，咁然之後華為嗰啲手機啦，又係買得都幾好嘅喺呢啲雙十一嘅平台上邊咁樣。咁然之後，譬如啦，你話如果真係9988，咦，好啦，我認真答啦。如果真係揸咗200蚊嘅話，其實我覺得可以再睇一睇啦。如果唔係當儲下錢咯，200蚊加上而家呢度。佢都試過跌300啦，今日去到幾多啊？其實而家都去到300。係啊，我都係俾下面佢，噏下啫。我如果係我啊，我200蚊有啊，我繼續揸啦。係咯，我都會繼續。黐線，仲問呢啲咁嘅問題，都去到300啦，有排啦咁樣。Nike 大陸個名叫耐克，好有型。Damn， 啱啱沽咗貨，你收皮啊！我唔信你啊！你 cap 到圖出嚟俾我睇啊！笨，跟住又 po 喺我哋個留言版嗰度，係啦，跟住整埋嗰啲賣賣價，係啦，然之後咧好似微信女咁，朋友，你 cap 圖俾我睇，我睇下點樣幫你追翻個咩啊？追翻嗰、那個追賠貨咁樣，睇下點賠貨咁樣。咁啊，跟住小米啦，小米都有喺微博嗰個公布，就係話雙十一嗰度咧，佢嗰個銷售額係突破40億人民幣嘅咁樣。咁啊，但係近排都唔係好想睇小米，因為都覺得冇乜驚喜，冇乜特別，都係朗下咁樣。我哋個留言擺喺 Facebook 啊 ，Facebook 有我哋呢一集嗰條 live 噶，係啦，但係好似擺唔到圖喎 ，sorry。點會擺唔到圖 ？Facebook 喎，擺到擺唔到。我上次咪話3800，我想擺圖嘅。擺唔到啊？點解咧？唔知啊，唔知點解，係咪因為做緊直播咁樣？咁咪完咗直播之後擺咯。或者你 inbox 咯咁樣。係咯，inbox 我哋 Facebook。咁啊，跟住小米啦，其實都有人去，我好似頭先都有睇到 Yumi 嘅節目，都好多人問110入唔入得過嘅。其實我覺得係入得過嘅，但係都係要有個心理準備咧，係喺20蚊至到23蚊呢個位度不停咁浪，就賺佢呢幾蚊嘅升幅咁樣。我之前都係咁樣，就係賺佢賺咗1蚊幾咯。好攰啊，跟住。但呢啲唔會買手喎。我都唔係買手但我後悔咗放咗一手走去抽個農夫山泉之前蝕咗咁樣咁就冇得咁計嘅我整好條傷心飛之後 post 咩係傷心飛呀、唔知正正你哋唔一定要等買入正股，用股票期權可以供可守我唔識即係其實嗰啲牛熊證嗰啲呀是啊、但是我哋有些同事呢我未有時間很深入研究這一部分的東西、啊、其實估佢升還跌而已那你還要研究一下那些什麼、像那些叫什麼鬼啊共鋼啊比率啊、那個日價那些東西那我都未仔細去看你知道我們的股齡又不是特別長我 no 牛熊啊他說牛熊啊股票期權
唔係啊，但係咧嗰啲健身工具咧，我成日都覺得，如果我哋唔係好有時間睇啦，即係識唔識都係其次。如果唔係好有時間咁樣長期 keep 住睇咧，我驚好似我哋同事咁啊。係啊，你睇我其實我哋一日做兩集，其實都好忙噶啦。即係中間你又要 search 依啲新聞，跟住又要食下飯咁，跟住其實都冇乜時間咁樣。即係要我哋要多啲時間，我再研究呢啲期權。跟住我再 keep 翻睇翻先啦。看留言啊！啊，好多系啊，今日好似洗走晒咯啲问题。咁做唔叫散户买，点可以高位捞水？呢啲睇咗啦，2096系咪我哋头先啊？先升啊嘛，13.7 up 咗啦，系3690。你 short 嘅话，咪可以做好似做轮商嘅角色。但系咧，我之前睇过啲片咧，就系话咧，买嗰啲涡轮啊、牛熊证啊，其实系有人为嘅一种因素喺入边噶嘛。即系你升，你正股升又唔一定跟你升噶嘛，硬系好似会慢几步咁样嗰啲啦，啲发行价嗰啲咧。所以咧，我要有一个好深入嘅时间去深入一下。跟住咧，阿策略王咧都有讲话3690啊。152元有貨點部署，其實我成日都覺得策略王問我哋問題都唔係真係問問題，想睇下你個反應。炸咯！因為始終呢一句唔係認一個字得嘅，炸咯！炸咯！唔係嘅，因為始終佢又誓死好似話要入藍籌股咁樣啦。嚇！期權公平好多，嗯，研究下咯，個成本真係好，等我研究下。你研究完话俾我听，好，等我做个 conclusion 系。嚟紧好似都有啲节目系讲呢啲。边个？系啊。边个？好似啫，唔知系咪12月咧？哦。唔知系咪咧？即系都会讲下呢啲。啲牛熊嗰啲咩轮嗰啲啊 ？Kind of 呢啲，总之唔系讲股票啦，因为成个台又有啲新节目啊，有啲新女。其实讲起都几好啊，虽然你唔一定要。就嚟唔记得晒我哋啦。跟住又有靚女，又有幾個靚女，跟住美視又有新主持，又有大波妹，妹嚟嚇，星期四五喎，星期四五啊，坐中間。我同你講，琴日咧，我琴日本身咪同 Leo 啦做節目嘅，就講股，嗰個放眼看股市，咁啊點知轉咗同阿順，即係同加埋阿順順誒偉順嘅，跟住我心諗我真係唔想同佢兩個做節目，因為我覺得佢兩個唔想對住我咧，明唔明 ？Leo 同偉順，瑞信係啦，咁我坐中間咁啊，兩個實唔想望住我噶啦，係咪？但係最後都冇 Leo 唔喺度，最後 Leo 唔喺度，係啊，我就拉咗阿莎莎同我入嚟，跟住我。跟住聽大波佢個名同埋佢個 IG please， 睇下佢都唔問我哋 IG 啊，即係問大波妹個 IG 咩啊？但係佢叫咩啊？咩啊？咩？崔碧欣啊嘛 ，Ashla， 你自己唔係其實你自己上去打崔碧欣得㗎？係啦係 ，Google 打崔碧欣就即刻揾到佢 IG 嘅啦。咪係咯，3690冇乜力上去300元。其實不是啊，只要他有個消息就是炒入藍籌股的話，又好像不是那樣叭叭聲咁衝上去啦，係啊，呢個回啲就好入啦，我覺得呢啲係啊，跟住即係咩啊？好似係崔碧嘉就識，喂，即係就咁聽個名，我以為係啫，係以為咯咁樣，咁啊跟住翻人喺出邊喎，到底應該我哋俾佢唞一唞，定我再講多少少嘢咧？你講。你講多少少嘢先啦，咁樣咁啊，少少嘢就係琴日咧，我睇個新聞咧，好得人驚嘅。咁而家咪好喺我睇嗰啲 Face ID 咧，就可以過錢啊，做啲轉帳咁樣。咁而家大陸係好興噶嘛呢樣嘢。跟住咧，而家咧直情係話啲國內嘅人咧都開始唔係點夠膽用啊，因為佢哋開始 sense 到咧有一個侵犯私隱嘅問題。咁然之後咧就係話原來咧喺中國大陸嗰度咧人面識別開始泛濫，只要你嗰個 3D 技術而家越嚟越好噶啦嘛，咁你只要有個 3D 嘅頭套咧，佢基本上係可以幫你解攞曬，譬如你啲電話啦，即係嗰啲面具啊，整個係啊，笠上去就可以啦。你唔使笠上去就咁揸住啫，揸住個頭套啫，你就。已經可以係解鎖咗你部電話啦，跟住又我成日俾佢哋咩正正奇奇唔係牛熊，
大户用现货操控牛熊证，大户赚晒散户输晒，唉，好复杂，我觉得呢样。转头我哋等我研究下。唔系，我讲埋先。跟住咧就系话咧，佢系可以就咁揸住个头套咧，就帮你解落咗电话咧，跟住再喺你个 account 度转埋数咁样咯。跟住我而家系有啲担心咧，而家咪好多，譬如我唔知蚂蚁系咪都会有呢啲咁嘅人面识别咁样，即系譬如可能支付宝啦，我哋俾钱嘅时候都系用人面识别。蚂蚁唔系揿密码嘅咩？我扫嘅咩？系咪我唔记得咗？支付宝系咪都系要扫同埋密码咯？但系冇 I 冇 Face ID 嘅，咁即系可能系香港 HSBC 嗰啲反而危险啲喎。HSBC 密码密码再密码啊？唔系，我系用 Face ID 嘅啫。你系 PayMe 定系讲紧就咁入去 account？ 哦哦。我記得我嗰時記得 HSBC 有個好煩，因為你咧，因為你冇整，如果你唔整嗰個 Face ID 嘅話咧，你就要撳你個密碼，但係唔係你唔係要撳曬嘅，你係要抽第三個字。我記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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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係即係 e-banking 嗰啲咁樣。所以真係唔用 Face ID。哇，其實我哋可能要走啦，要走啦，係嘛 ？Ready 啦。啱啱見佢哋坐低喺度唱唱，唔係我純粹都係想講下呢單 news 咧，因為而家連國內嘅人都開始 sense 到有面像識別呢一個問題咧，有啲滄桑感，我都有。你都滄桑。我都好歷盡滄桑。唔係，我就係想講話，其實開始有啲啲咁快就 search 佢 IG， Billy 成日都靜靜雞嘅，係嘛？開始有呢啲問題啊，所以大家都要醒下，即係譬如嚟緊，如果想投資一啲咩嘢咧，都要小心啲咁樣。咁啊 ，Face ID 就都係啦，都唔好係咯，可以用 Face ID 啊。我記得支付寶、微信支付嗰啲。哦，即係你可以揀嘅，咁我應該冇揀，我係用密碼咯。係咯，我都支付寶我都係用密碼嘅，但係譬如 HSBC 啊嗰啲俾錢咧，我成日都係就咁，咁我都要開始改一改。我就話其實都要留意一下，如果要投資相類的、股票，我不知道會不會接下來有什麼消息。我發覺因為近排很多講緊呢啲 3D 的嘢咧，私隱度啊嗰啲嘢咧開始浮出嚟啦，有咁樣。係咯。今集仲有咩節目？我啊同阿 O 嘅，我今日同靚仔做。我今日咧就同啱啱 lunch 咧同 KOL 有新嘅 KOL， 唔係講到先。今日 KOL 啊有個。有 KOL lunch。啱啱 lunch。十二點。靚唔靚女㗎？唔靚話靚先。靚都靚㗎啦。係啦，我未睇。我啲全部都靚。靚靚靚。嘉賓嚟㗎。靚靚靚靚靚。我哋聽日再見啦。再見，拜拜。